世间万般诸法，皆在方圆天地之中，也在这黑白经纬之间。我的家乡就是天启城，那是一个我注定要回去的地方。你要的答案，不论是什么，必将成为心底之谜。 不管是江湖还是朝堂，许多人都在悄悄的动了。这一切真像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棋局。下棋要有后手。15天后，天启危在旦夕。谁敢挡本王的道？ 本王就要除掉谁？江湖的格局，这样定。情理是我雷无节闯荡江湖最大的。今日便换我来守护你，我心中的道，我当守。我们已经有了。